可以焚烧园林废物或垃圾啦。Fire Danger Period 期间不得焚烧园林废物或垃圾，除非已有书面许可证，并遵守许可证上的每项条件。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人在场，而且离开现场之前需要将火种完全熄灭。Total Fire Ban Days 期间不得进行任何焚烧活动，即使持有许可证都是一样。严禁点燃任何火种。如要了解焚烧活动和相关规定的详情，敬请参阅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